These conversations are getting really old. What is it you see for me? Even though the lights are always closed, yeah, you still will know where to go.One step, two steps, three steps, you took me further. I know you more than me. Oh, stop making me insane. But I know one game that will keep you down for sure. Look in my eyes, don't speak, shut up, let's go.怎样？有声音吗？啊、哦，吓到了！哎，刚刚麦克风被你吓到了。对啊，因为你太漂亮。哎，大明星，今天我是一个受到嫉妒的那个主持人。我相信现在线上应该有人就觉得我不想留言。会吗？对，因为他觉得你什么资格坐在他旁边那种感觉，所以我压力很大现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优。天哪，你好冷艳哦！我就这样子进场的，欢迎李优来到现场，谢谢你啦，大明星。好。欸、因为你太就是你让人觉得好像跟你很靠近，但是又事实上又没有那么近。对，我的个性就比较冷静一点点。有，你连讲话都有一点低频。对，其实讲话很低频，对不对？是故意的吗？没有，这个是正常讲话的声音。哦、嗯，但是如果回想到你的某一个就是在算是表演工作之前的身份的话，那这样说话的方式其实好像也不会相违背，而且也蛮适合的，一个画家啊，一个文青啊，对，文青嘛，对，这样画感觉上比较就是酷一点，对，比较强大，比较强大啊，有，我会觉得你说这样讲话比较有磁性，就你会发现，耶这样子画可能只会卖200。对，但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哎，这个应该是可以说，就是我、哦、可以说啊，你今天来什么都能说，因为大家都想听你说话，所以我今天尽可能的就少说一点。好。那你这样跟我坐很近，然后我就一直跟你靠近。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整个过程当中应该受到相当多人的挞伐。他说：“主持人闪远一点。”哦，真的，对，你要帮我说情。就是我们虽然初初见面，但刚刚随便聊两句，我们可以当好朋友那种概念，可以啊，可以、啊，还 OK 吧？没错，当然可以、啊。对对对，好了，李优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没错，而且这作品是非常的，就是综合了你自己开始被人认识以后，一直到现在最新的未来的一些所有的工作规划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算是一个初步的问世的结合，对，总大。大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对，算是我的首本写真相册，但这个相册比较特别，是它不只是写真，它的前20页是画作的部分。画作，对，因为我之前其实，在还没有走红之前，我的身份是画家。有，对 对, 對。刚我还跟李优那边悠悠的问，我说：“这位小姐，请问你的画一幅怎么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建安哥，现在画都不能卖了。”对，现在画应该你只卖过一幅画。对，我那时候是私人的收藏，收藏家收藏过我的一幅画。哦，对，他也挺有眼光的。对，那时候我也很意外，那幅画卖了的时候，大概攒了多少钱进来？好说吗？可以不想也没关系。几个字啊？一二几位数？一二三四五，六位数哦，差不多六位数。
所以你的那个画作啊，是以什么样的那个风格类型，还有是什么样的种类，素描啊、油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彩？那一幅画是亚克力。亚克力。对对对，然后它是也是一样，跟上面的作品，里面有一些作品也是用亚克力画的。我今天翻书要小心，因为今天理由呢，就是带着这本那个嘉安哥手上的这个。好了，刚刚那个上节目之前他已经先送我了，然后我们已经贴好了一些那个小标签。今天可以在现场，也是荣幸跟你陪你一起开箱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就是你带着我们开箱你的那个写真书。你希望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先看哪边？我希望大家从第一页开始看，就是你可以先从画作，画作，对，了解这个人，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我先就是我来翻、欸，我来翻。对，就前面是空白的嘛，然后前面一开始就会先进去，啊哦、进对、那个、进去画作，所以一开始是 art 的部分。哦，对，然后你的第一章节。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的这个作品名称叫 Artitude， 前面就是 art， 然后加上后面的写真就是 attitude 的部分。是，这些都是那个，这大概是你多久以前的作品啊？大概这个是。今年的，这是新的，对，就是为这个写真出的，特地在那个，对对对。然后这个的话是2016左右，2016，对。李优刚刚说，其实你最早算是成名，有人开始认识你是从这些绘画的作品，对不对？对，我当时人家还不晓得说，天哪，这女生这么标致，这么美，这么。对，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知道，有一阵子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长怎样。哦，就是默默的在那边一直画画。刚开始的，对，刚开始。做艺术的事是，那时候你会想让人家知道你长怎样吗？那个时候不会，可那时候就是很热爱艺术，就一直创作，但很一直创作，对，但很穷啊。对，所以你说画家是一个，对，画家很穷，没有什么那个赚头的事，那时候蛮穷。哎、欸，可是你卖了五位数，哎，吃了多久？那个还是还学贷，对還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是假日去当，发现自己去当模特儿，当模特儿，对，当那个网拍的模特儿。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发现，哎，当模特赚的钱其实还可以，还 OK， 对，还 OK， 因为长得可爱吧，就是大家啊，你就是那一种，人家说我买的衣服怎么带回家穿起来跟他不一样那一个人，就是会，人家会，哎，你今天这身打扮是自己想的吧？你毕竟是一个艺术家了，你说我这个吗？对啊，不是，是造型师配的、哦。真的吗？那你有喜欢吗？我很喜欢啊，这超动漫感的，好赞哦。我也觉得，你刚刚进来整个就是，那你愿意站起来那个展示一下你的服装吗？是一个可爱，你可以在那边转圈啊，来一个名模的 pose。哇塞，就是也是一个那个腿长女孩。在这边吗？哦，对啊，都可以。你看哪里那个镜头就会一直往你好，很动漫感哎，就是一个月光少女，月光仙子。你也是 pose 很多嘛，这位小姐。还不错，你最爱你今天身上的什么颜色，或是哪个细节？我身上吗？对啊，你我觉得这个长靴是我现在造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说？对，因为它其实是日本的。你是要脱鞋子吓到我？吓到我？没事没事，我觉得很好。如果今天可以一边开箱一边脱鞋，也是一件已经美事一件啦。脱鞋子，对，它是一个很动漫感。这很难穿吗？对，因为它其实。小腿都很绑、欸，是非常非常绑的，就整个贴着的。对，那这样不透气吗？会不舒服？对，它其实也，我如果流汗的话，它就是不会啦。美女就是，你知道，美女就是大家就是仙女，就是所有凡人会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不会有，所以你不会流汗。不会，我经纪人其实很辛苦啊。真的吗？每天拿电风扇吹你的脚吗？他是干嘛？你在里面塞冰块就好啦，其实就比较凉快了，就比较容易流汗。嗯，但这造型很，我很自己很喜欢，我觉得还蛮前卫的，而且。整个色系啊、嗯，都很符合你就是喜欢画画的这种个性。然后动漫感。对，动漫感。哎、嗯，李优，刚刚我们聊到你画的时候，提到说你卖了一幅画做出去、哦对我卖了，那一幅画在书里面有吗？没有，他就是那那个人不是私人收藏。那他还跟你联络吗？你知道他在哪吗？就不一定要讲地址啦。我说你知道他在哪？我知道他是香港人。哦、他是香港人。对。所以他买了，到底带回香港还是放在台湾？有没有展？展一个店啊，或者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应该是收藏在某一个他的店，我应该可以这样讲、哦。对，但是私人收藏。所以曾经你是一个就是在艺廊进出的那种，就是画家。对，我其实有在艺廊帮办过展览，办过展览。对，然后去年的话是跟中友百货也有合作一些店会的展览、哦。那接下来呢？你现在踏入了演艺圈了，还会办这种展览吗？当然会啊，就有时间。可是画画很花时间、欸。对，其实画画蛮花时间的。就单这一幅，我们现在。麦克风指的这个上面有金，哎、欸，这是什么十二星座系列吗？没有，它是相濡以沫，它就在讲说
因为庄子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我就把它画进去。好，对，不要忘记以前有些人跟你对曾经很好过的。你开始文青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好，觉得很好，就是一个有内涵的人哦。画画会带给你什么样一些不一样的想事情的方法吗？还是画画、哦我觉得多看哲学或是什么那种书。所以你爱庄子，爱老庄，还什么的那些？我蛮爱庄。真的吗？佛学的，因为我们一直翻在这个书页里面，然后大家刚刚看到那个就是比较算是女人味的影片，嗯。大家都会觉得说，这跟画有什么关系？对对，没有关系。对啊，但我们继续看画。好，是这样吗？对啊，對难得哎，这要到那个艺廊欣赏要很久哎，都没。但其实这幅画都蛮大的。我告诉你，今天那个啊，我已经因为你一直很贴心的跟主持人坐很近，所以那摄影师啊，他们两个意图想要 take 你单一个的画面，永远都会带到我的脸。哦，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不然的话，我今天应该没什么镜头。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你看他们笑得非常的，对啊，大哥，对，然后他们没有人在理会我的角度，他们就只要能拍到你的全景就好了。这台亮红灯的这个就是这种心情，对，你有感受到我的委屈吗？他们代表的那个广大网友的心情，现在留言的应该像是主持人，你可以坐远一点吗？没有办法，因为我今天这里地方需要跟那个我的来宾好好的相处。可爱的妹妹，介绍一下这两幅画。好的，好，这两幅是你看吧，狐狸少女系列啊，狐狸少女跟绵羊少女，是母羊座，然后刚刚那个是什么双鱼座啊，什么的。对，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你也知道，它食物链嘛，就是狐狸其实会吃羊，那如果这两个在你的心里共存的话，是，对，你的心理层面会是怎么样。所以你在画画的时候就已经先帮他设定，对对对，然后是示爱，这就不是我要讲了。对，当你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写一个字像春联一样都可以当成作品。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个爱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好，就是、现在心里过不去。好，我现在我这个真的有东西，我就知道这个真的有东西，这个真的有东西。你看哦，你看这幅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啊、它其实是这一幅，它应该要在这边。哦，对，然后这幅编排的在这边，对。然后中间它会隔着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宇宙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是这幅画叫灵魂伴侣，它的意思是说，对、哦，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灵魂的人，你可能就是哎，他们有红线，其实会连在一起。所以这两个那个人像的图是在这两个开门图的在对对对，它是会在这边，然后、哦、这就是个春联的概念啊，在中间就是跳那个过了人生啊，过了爱啊，过了人生什么什么，然后他遇到一个灵魂伴侣、这样就有点懂了。那左边右边有特意的那个用意吗？没有、欸。一个头发拨一侧、就是，这是你哎、欸，你有留过这么长的头发吗？我有留过这么长的头发，大概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嗯、那你在画画的时候喜欢留长发还是？我在画画的时候，我觉得短发比较方便哎、欸，短发真的还是？没事，我问到不应该问的事了，真不好意思。对啊，哎、欸，你的人像没有手哎、欸。哦、oh, ，对啊，我那个时候故意没有把手画出来，所以这是两个风铃的概念。这个是两个灵魂伴侣。有哎、欸，他们都出窍了，我感觉他们的灵魂就是对他们灵魂是共同体。这是什么时候的作品？这个应该是2017年。所以你最那个就是怎么讲，画作最丰富跟最多作品的。2016过后。2016过后。对，其实。在更之前的话是这些。好，你赶快先翻、哦，他们迫不及待啊。好的好的。有人打电话进来说那个翻快点，他们想要看照片。前面有一些是展览的店会、哦，这个的话就是很实验性的风格、哦，这个就是大概2014年的东西。真的。对，它拼贴美。然后被你手挡住的那一幅画很惊人、啊，天哪、啊，发生什么事？我刚刚以为是个发髻，后来看清楚原来是一瓶墨水。对啊，墨水倒在头上。这是一个古代的人染头发，你的想象吗？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墨水挑战。三个知道哦，对，然后你就帮他创作一个墨水挑战的东西，真的很酷哦。嗯，我们快要进入照片了，对，大家兴奋的时间就要到来了。色铅笔，哎，好，我们要讲照片，照片来了，都翻了，就是照片，这为什么会被你摆在第一张？你说这个吗？不用啦，我是说这个吗？这个类似像照片的那个，这是一幅画还是照片啊？这是画。我说这个、这个、这个人，这是我。对啊，所以我说这是照片啊，你吓到我了啦！我想说怎么可以画得这么真实？你是现在是怎么样？有什么事？没错。你这幅画放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人家说，对啊，这幅照片，天哪，这幅。对，对，我们要带大家从画进入了你的，然后进入我要画画喽，对，然后进入、哦。
我的写真的主题。所以在出版这本那个写真书册，应该是跟大家讲，对，写真相册，你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去编辑它。对对对，关于画作的部分。所以你是一个不愿意受到人家摆布的女生。哎，也没有，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公司跟一些对专业的那个三个摄影师还有造型师一起讨论出来的作品。他们日本的造型师跟就是化妆发型都超专业的。所以你这次在拍照过程当中享受了专业的服务。对，所以你才会那么放，就是跟他们交流很厉害。你把它当成艺术家的交流。对，我其实有点把它当成是。可以冒昧请教有几位摄影师？你刚刚是三位。三位，三位。请问是男女的？有一位是男士，两位女士。哦，那男士负责拍哪一类的照片？比较性感。我觉得男生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些女生，对，女生看女生就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自然的。你果真大方，然后既然要拍的就是认真的想要把它拍出一个你要的样子。对，他拍得很性感。那女生帮你拍的系列的照片是？女生帮我拍的系列有两位是女生，我们就先翻了，看先翻到谁的就翻，不一定啊，你就这一位就是其中一位，这一位是女生拍的吧？对，是女生摄影师拍的，对，她就是比较多是我，他们都是日籍的摄影师，对，他们全部三位都是日本，所以你会讲日文？我不会，那你我们有一个厉害的翻译。哦，那会帮你中间传达你想要的。对啊，他会很完整的传达。那你拍那些性感照片有做一些什么报备啊，或是做一些什么？你说跟父母？当然啊，爸妈会想我孩子就这样被看见了。对，然后我就是没有特别的说，那他们我就说爸妈，我要出画册加写真，谢谢。真的吗？你好酷啊！他们就说哦，好哦，毕竟是工作嘛。嗯嗯。今天我们会让大家有机会在这边开箱欣赏，这样子好开心。对，是其中一个摄影师，就交给您了。您看到什么就看什么了。好的，我们就你要先小小夜的烦。好，就这样子。好，就这样。这个摄影师就这样。好，就是我比较可能比较专注的样子。这已经到了性感的状态了。这个还好吗？还好。哦，好，大家什么都没看到、哦。好，我们看性感的话。你要直接来一个吗？吓大家的，是吓大家，就是吓大家，不要吓，不要吓，就是让大家惊艳。好惊艳！好，你翻了。好惊艳，惊艳吗？好惊艳，来惊艳。有惊艳吗？有啊，这是一个名模 style 的那个概念。对，这个摄影师他就是那个位男生的摄影师，唯一一个男生摄影师。哦，对，他拍的东西真的很像。可是拍照的时候，如果语言不通的话，你们怎么在过程当中叫你什么手举高一点啊，脸往前面转一些啊？还是我们用眼神交流？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很强大的模特儿。对，我觉得给他什么他都接受了。对，但是我们两个虽然不能沟通，也不是不能沟通，是可以沟通，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日文、英文，加上他会中文。哦，他也会说一些中文。他会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中文，就是麻烦你。哦，麻烦你，知道吗？之类的。哦，这个 pose 是他这样子，可以就是这样沟通，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哦，好好好，真的，哎、欸，这蛮像写歌、唱歌的概念。对，就是麻烦你，我想要，然后什么。再来就是可不可以、哦、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哎、欸、这三句话可以写到你的新歌了，我个人觉得。真的吗？我觉得是啊，麻烦你，我想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对对，然后他就是旁边在那边叭叭叭叭就帮你那个，对、哦、你旁边的朋友一直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那个其实我们的小悠悠，没有小悠悠姐，然后悠姐，对对，她今这次拍这本写真书，其实是很费了心思的。到了日本去拍摄，受到了大家很多的照顾。对，真的是很受到大家最大的照顾，就是旁边有人，就是一直在陪伴你。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就是可以遇到这么多贵人，而且你好大方哦，你拍照，主持人，谢谢，旁边都十几个人哦，对啊，在照顾你，你也对他们太好了。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给你看那张，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这我们可以哈，可以，好，懂的，等等，讲讲，拍摄的时候旁边有人吗？二十个人吗？他们在干嘛？你说打光。好好，打光。哎、欸，你就这样。好，他们在工作。摄影师人真的很好，对，不要一直戴那里。啊，好，就你们开心戴哪就戴吧。会害羞吗？穿着这样的，可是看你的表情还蛮
自在的。我觉得在那个状态下，因为大家都会很专业，所以其实你不会很害羞。你有设定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在想什么，或是有什么样的主题，或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影中人他是什么角色？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是男摄影师，所以可能就是要传达一个我很性感，我想吸引你。哦，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在这一次拍摄的过程当中，性感啊，或有一些就是比较女人味的元素在你的那个相册里面，对对对，其实你是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这些属于女生独有的那种气质。对对对对，这是女生独有的性感。当然当然，这是做不出假冒的那种气息，而且日本的摄影师他可以拍出一种，就是那算清纯感吗？就是清纯的性感，不是很色情的。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每个年纪有他，就是因为这些可能就是曼妙的身材啊，或者一些比较个人这个身材上的优势，好的条件都是天生而来的。你就是借由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也帮自己留一个记录吧，应该这么说。但拍照前的健身跟那个健身啊。可是这线条看起来都还蛮柔和的，健身之后不是就会比较？可是你看这个肚子，没有啊，哪有肚子？对，就是那个肚子，就是怎么讲，在拍这一组照片前，因为我们其实在去日本前有量身，所以那个衣服它是有一些是定做的，它就是要刚刚好。当然当然，你的腰围22.5就是22.5，所以你本人腰围是22.5，对，差不多22.5到22.8，然后最多可能就到23。很精细，会啊会啊，不是就到这样子吗？对，因为如果你，可是你少一点或是多一点，如果是定做的，去到现场的话，可能衣服就没有像台湾修改这么方便。对，所以我就想说，尽量能够在台湾维持体态，量身好就不要动。在日本做了这些那个照片拍摄，花了几天的时间啊？大概5-6天左右，5-6天，对对对，包括前去那边的定妆前置作业。对，刚刚你的那个经纪人有特别讲说，其实到那边去帮你安排一个其实是很受尊重跟很舒服的环境，去完成这些工作。对，因为他们很专业，所以你感觉到就是来工作。对，就是对你来说，我们就是来工作。对对对，只看这个不够哎，小姐。好，我们来多一点。对啊，你刚刚，好了，先看。这个动漫感。要，这个是我刚刚个人在那个翻阅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是女生摄影师了。哦，这是女生摄影师哦。对，这是第三位女生摄影师。然后这在他们的什么？这是在哪里？这个是在一个百货。百货。对。营业时间吗？对对对。这位太太，你就这样子，趴在地上。对，然后因为我们有租借场地。你要去排队领来电礼嘛？然后就是你看他在广场中间。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边其实都是人。哦，就是他们在哦。对，所以拍这个的时候有更多人在围观，对，就是有包括地板脏哎，对，你不怕那个？对，可是拍照的时候就没在想那么多，对 ，action 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会忙。那这样很适合去拍戏啦，认真讲，你这么敬业，而且也完全没在担心那个一些环境里面的，好像不适一时之间可以控制。在镜头前面就是大家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是什么影响了你，让你就是会这么的？毫不犹豫的做出了表演当中应该要，其实这样对一个比较初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讲，不太可能就这么放松吧。哦，也是，我觉得就是抱着一个敬业，然后希望能够快速拍出好的照片跟好的成效。对，如果我丢10个这种，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喜欢的姿势跟动作，然后如果10个你都喜欢，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这个东西。但如果我是很慢慢的才进入，有扭扭捏捏的，然后他们又慢慢来，然后就拍一组照片，穿这套衣服就好像会很害羞，但又拖很久时间，只给自己更尴尬。我们就会可能会拖更久时间，然后借的时间又就是头过身就过，反正就赶快拍完就出了。没错，就是赶快，大家能够看到很专业的你，越快进入状况，而且这样看到这种，就有些是清凉版，后面其实有一些蛮热的。请问去拍的时候气温是怎么样？下暴雨哎，真假的？我们工作人员家我抱了5只伞吧，5只雨伞，就是下暴雨暴风，下到坏掉，那个开花那一种。对，就是伞喷掉。那这一天呢？这一天有下雨吗？每天都在下雨。每天？除了我们回来那一天。那你要趴在地板上，有没有先帮你擦地板吗？没有，这个是室内。对啊，室内就有人鞋子踩进来就打你啊。对，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说吧，你看。对 ，action 就可以丢到，掉在地板。哎，那快点 action 一下。这里。对，这是女摄影师。
哦，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它有一个，你是喜欢这个衣服，还是喜欢？我喜欢它的拍的光、打的光，它有一种广告感。广告感。对对对，还有一张，这个应该可以。可以啊，你这个这是我的写真预购的那个 banner。哦，我在跑步。跑步哎。对。穿上跑步就是旁边会不专心，最好还是。对。对。也是。但大家会想要跟你这样去跑步啦。对啊，大家想跟我跑步吗？你如果穿这样的话，我怕会很多人报名。但是如果一般般，他们还是会去啦。对对对，好，真的。然后再翻啦，快点，后面有那个很厉害的衣服要来了。这个是哦，就是这件，这件就是一个我哈的一张，不太有礼貌，但是就是忍不住会这样。哦，你看，对，这位小姐穿的那个，哦，这个真的很，因为它很紧吧？对，它这个腰围是它刚好定住，它还有两个钢，钢条，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多钢条在那边，对对对，架住这里。所以它不能够多胖一公分或是瘦一公分，这个东西会套不进去。它没有身材维持，对，少糖，真的，就这样就好了。对，其他都沒有，不吃饼干，不要吃那种油炸物、油炸食物啊。像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去买那种洋芋片堆在家里，那个你都不吃的，吃那种真的不能吃，那个对身体也不好。天哪，突然变健康教育老师了。对，没错。欸，这个倒挂金钩，也是蛮厉害的。对，这个其实这个鞋子很重，而且我只是想问你吼，就是，因为那个头发，它看起来你整个人是躺在半空中。你说这个吗？对啊，因为那个头发不太像贴在地上。我躺下去的，我躺下去的时候，对，但是这个的话是我的支撑点是头顶。就是这边是悬，我是悬空的，对吗？所以这一个头其实很，对啊，所以我头顶很痛。不然头发怎么会这么飘？因为一般躺在地上就扁啦。对，然后就是一滩黑色的那个发丝在那边。对，因为如果你整个怎么讲？拍照的时候，如果你整个人是躺下去的，你的脖子如果是这样子，这边就是会挤出肉。但如果你是把头往上抬，这个角度就是会看起来比较瘦。当你出现这些现场教学的时候，我就不免想要现场请你随便指导拍照的女孩来个三个性感小 pose。性感的小 pose，不然你可以就是甜美性感，随便你指导，可以来个三个吗？三个会太少吗？三个可以啊，三个可以。真的吗？那这趴就交给你了。那你要这段，我只要这边喊 action， 然后你就说 sexy sweet。就是你自己来就好了。 好没问题，可以吗？可以，你又现场教学真是实属难得。如果现场有各个喜欢你的人可以截图了，好 low。 你又要教大家拍照美美 pose action one， 性感的。好，就是你可能脸45度，然后眼睛看前面，你可以把下眼白留多一点给镜头。下眼白留多一点吗？然后就是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不用特别的小。好，这是性感。然后第二个是，你突然把它性感之后，我有一个想要自己加入的那个搞怪的 pose， 我想要个厌世的。厌世的性感吗？我对厌世的性感。哦，有哎，有事。哦，要，现在不用拍我，就拍他就好了。对。谢谢你在我们队有番外篇，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就是阿甘大明星自己截图那个李优写真，然后自己去彩印。我们今天只提供老师现场教学。好，那老师就一直教到晚上12点吧，因为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学习到最后的状态。你开始在瞎搞了，你真的，你也是蛮有趣的嘛你。哎，其实你平常是个严肃的人吗？认真说，我平常你长得就是有点太冷艳。对，我长得有点冷艳，我个性应该是比较怪的人。怎说嘛，既然哥跟我相处，你有发现？我觉得还蛮亲切的啊。对，是亲切的古怪，古怪的。有啦，有古怪，但是那个古怪没有太多的那种让人觉得好像陌生啊，或是让人有距离。对，就是一个感觉蛮很奇怪的情形。哎，我一定要翻到那张那个，我们要翻一下。很那个照片，就那个衣服很难穿的。那一件在哪里啊？这边吗？这个吗？不是，是哎，就是有个好像长得像报纸的。我看啊，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一定要翻给大家看啊，那个像大侠哎，那个没有展示一下有点可惜哦。是这个吗？这个。哦对，哎，随便啦，就一直翻啦，让他们都哦这个啦，这个啦。这个衣服如果有人在卖的话，你建议他买吗？这真的有点难穿。
就是请问、欸、请问你怎么穿啊？应该是有一张哦，这张真的这张啦、啊、是吗？应该是这张吧，應該是這張，有一个看起来就是不太这个啦，这个不太能动。哪一个？这个它不能动，它不能动吗？对，因为它是一片的纸，就一片纸、啊、对，它就是前后夹在一起的一片纸、哦、对，所以它其实你看我其实也不太能摆太多动作、嗯、我顶多就是这样歪头、哦、因为它就是一个，所以它就从不同的角度就这样，对，因为你穿那个其实你就像一个扑克牌人、嗯、是，对对对，你只能够动你的手然后跟表情，了解了解，好，看到这里就好了。好的，你知道出本写真书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通通翻给你看，我那还干嘛吃的呢，对不对？要去买哦，去买，然后那个无论在啊，你可以催票一下，求求你们买写真书啊。那哎，哪一台镜头给他那个一个男友视角啊、哦、这一台吗？听到男友视角，这对你来说会太那个吗？也还好，这随你来喽。希望你可以看到这个直播之后就去买写真书，这是我很用心的心血。嗯，拜托你们，很诚恳，诚恳，诚恳的事情今天还有呢。对啊，今天李优那个来到现场，除了我们知道最近就发了写真书，大家其实是我们背景音乐一直在播的这个歌。李王美，对，你喜欢唱歌？我喜欢，因为这首歌当初是跟一个很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唱片的，对，那个叫对企划，然后还有制作人的团队沟通、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说迷惘美是我歌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口白的感觉，可爱的感觉唱这首歌，它可能就是会颠覆一些我以前给人比较冷艳或是比较酷的形象、嗯、对，就没有那么文青，真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要用一个可爱的声音、哦、对，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把它播一个完整的 MV， 让大家一起来在我们安大明星里面欣赏一下，没问题，好不好？那看完 MV 之后有更大的惊喜稍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先来听李优的女王美。哎呀哎呀哎呀呀，伤脑筋，哒哒哒哒，女王美，你迷上我的梦了没？女王红，在花花世界迷航中，家里什么都没有，就是话不多，然而网红好像都有很多话想说，发文都要附上照片才能吸引网友，但有的网友不太友善，暗讪上问候，哎，有没有吃饭，还没有吃饭，要不要出来吃晚饭，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大老板，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有时候想从这个虚拟实境登出，先不修图，拿起铅笔修草图，我很爱美，但其实我更爱美术，我是迷惘美，你迷上我的迷惘，你迷上我们一样的形象，对着疯狂世界逐渐沉迷，何时能清醒人沉迷迷糊糊，一举一动好像都被关注，慌慌糊糊，谁把录音室的隔音门给关住，那你过来
车的 Monday，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录音老师说再给你一个小节呢。来了，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一个那个神秘嘉宾，我们先不要让他露脸好了。对啊，那个李优，你刚刚这歌里面就是唱得开心吗？还蛮开心的。你旁边那个人就从那个音乐下的时候就一直扭来扭去的。对，这歌跟他很喜欢。对啊，那歌跟他什么关系啊？你说。他是我的制作人。哦，制作人。那你写这歌的时候，当时有跟他有一些什么讨论吗？还是他叫你干嘛就干嘛？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哦。真的吗？为什么这么有个性？还是制作人？哦，制作人哦，制作人是、哦、制作人说干嘛就干嘛，最大。真的。然后制作人跟你有同台这样子来上节目宣传，制作人有买那个写真书吗？哎、欸，大家好。哎、欸、哎、欸，欢迎熊仔，哟呼。安哥好，优姐好。熊哥好，熊哥好，熊仔哥你好，你好。天哪，今天这个整个办公室，这些喜欢听一些就是比较现代流行音乐的人知道你要来，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因为你现在真的是潮流当中的领航者。谢谢谢谢。然后不敢当，不敢当，没有必要不敢当，就是这是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那个熊仔。然后我们其实也要谢谢李优，就今天有这个机会把那个制作人一起带到现场。他是一个怎样的制作人？他是一个，你都要工作的时候吗？随便，比较。严肃要消音了吗？啊、哦，这么凶吗？比较，擦，真的吗？有这么没有啦？蛮严肃的，对女生也要这么凶？工怎么说？他工作的时候很敬业，所以他会非常刁一些，就是小东西，比如，举刚刚那个歌的例子好了。好，例如，那你现场演好了啦，这样比如没有概念，就重新还原一段那个录音过程的那个，可以吗？制作人。那就直接由你启动好了，因为你一定有钓过他什么，他印象深。我就说来给你一个小节呢。哦，没有了，那是歌，对不起。没事，没有了。我就说，比如说，一些拍子吧，因为我很注重拍子，我很注重整首歌的 groove、啊。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华语歌手比较就是比较。习惯就是平平的唱过去这样，但是我希望，所以我刚才在旁边一直扭来扭去的，对，就是我们注重就是停顿很，对，就是流动很仔细。哎，不好意思，文青帮我们翻译一下刚刚那个文青的说法。对，他的意思是说，可能像是怎么手里多了麦克风这句歌词，我们可能觉得像怎么手里多了麦克风，但他可能就会叼口气，或是他会把拍子加重，所以就变怎么手里多了麦克风。可能就会变这样的之类，对、啊、真的。那刚刚最后这一句有符合你的要求吗 ？OK 啊，还可以， okay 啊、是还可以、啊，还是说对他来说标准就是没有放那么严格？没有哎、欸，其实我觉得我雕蛮多的、欸，真的吗，真的，对，就是中间我没有试过不同种唱法，对，然后因为我希望这首歌呈现是一个。我心里想象的画面是一个卡通动漫的主题曲，卡通动漫的主题曲，所以我会希望，比如说我在看一个卡通的时候，它
是它的片头的话，我会觉得很合理这样，所以我是朝这个方向做的。是，那这次那个李优的那个表现有符合制作人的期待吗？我觉得很棒啊，就是打很无聊的问题，就是要打几分，类似这种意思。打几分哦？对啊。如果满分是1000，他毕竟无限。没有，这是我歌词，对不起。没事啦，你要做什么都合理，我们都 OK。对对对，所以呢，满分是1000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们李优姐。毕竟无限。怎么啦？哈哈哈！这位问号问号，对，笑得还 OK。我的天，那怎样啦？你说怎么了？怎么了？就是今天怎么很开心啊？就是对啊，得到一种那个，我觉得因为制作人对歌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嘛。那他无论说出什么来，至少他成为一个作品的时候是受到欢迎，跟大家的那个讨论度很高的。是的，是的，很谢谢大家。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就是我一开始录的时候，我是先丢我的，我把我的 demo 交给唱片公司这样，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要洗脑，我要洗大家的脑，然后我要，所以我，然后那时候我一直想，我觉得到底怎么做才能洗脑，然后我就想到觉得很伤脑筋，然后我就说哎呀哎呀哎呀呀，伤脑筋，然后我觉得哎，伤脑筋这三个字是。伤脑筋就是高低中，对，所以我就把它套到旋律。伤脑筋，对，就听起来伤脑筋听起来像中文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别来用脑筋也是对，所以就是有洗脑，然后又有那种困迷惘的感觉。是，对，大家可能不会想要听到。我的 demo， 因为什么？我还蛮想听的、啊。跟我平常的风格真的差很多。哦、所以那原来就你自己唱 demo。对，没错。那不然现场你要不要来一下？人都来了，对啊，就我们现场听一下。不然李优唱太可爱，我们想要听你的那个嗯那种。就是跟他唱的差不多。就来一下嘛，反正人都来了。我们这么难得哎，这么大明星来到我们现场，就大家很嗨。一举一动好像都被关注，那你可嘞？就他妈的，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但是导演已经下课，哎，这边本来就是我。对啊，你在唱你自己的。迷惘没？你迷上我的梦了没？迷惘后，在花花世界迷航中，我是就有那个 groove， 哒哒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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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有，我们现在傻眼，没有不傻眼，我们现在是很沉醉，就是你不愧是我们刚刚在讲说，我刚刚跟那个。李优在讨论说：“哎、欸，我们要怎么想？是不是挖天王？”他说：“没有，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真的是金童哎、欸，我觉得这个说法蛮好的。”饶舌童星？不要啦，童星太那个委屈你了。童星是马奇弟弟 ，Shout out 马奇弟弟。这首歌马奇弟弟也有帮很多忙，对、哦，因为最后的 mixing 是他做，他是我好朋友。啊、然后马奇弟弟一开始 mix 出来的版本，很像是在夜店里面放的版本。怎么了？就李优，你都一直笑。怎么了？你想到了什么？好像一开始马吉弟弟混音、啊，怎么加了太多马吉弟弟自己喜欢的？对，他加了很多，他 bass 和鼓就是 mix 很大，他自己的元素。对，然后我就说 Andrew， 这是李优的歌，不是你的歌。哦，懂。对，但他的歌，他的那种 mix 法放在夜店或什么，应该会真的很爽。但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看动漫的时候，突然就砰，被炸开。有啊，就是看那个漫威那种啪，就是有那种战斗的就可以。那是美式。对啊，哎，所以那在熊仔的心里头，怎么定位或怎么定义李优成为一个歌手？然后你想要把它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制作出在演在这个唱歌方面的这样的形象或是定位？对，这个其实我也是在歌里面表现，然后。因为我看之前李优他的粉专，他就是描述他自己，他是说，又是有时候是模特儿，是有时候是腐女，哎、欸、宅女，宅女、嗯，然后有时候是演员，有时候是画家这样、嗯。那我就把这四个身份都写到歌词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斜杠青年。对，斜杠，对。然后比如说我前面是说上一秒宅在家看漫画、下一秒被画家漫画画。宅在家看漫画是宅女嘛，是，然后被画家漫画画是模特儿、对，然后第二段是上一秒还在挑选颜料，下一秒在试镜 MV 选角，挑选颜料是画家，然后 MV 选角是演员，所以我四个都写到了。哇，还押韵耶。有耶，真的是很会耶。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个那个
我在想说，一些唱饶舌的朋友啊，其实心里头都真是满腹墨水。但是我要讲这首歌的歌词，我有请我一个朋友帮忙，我们一起创作的。这个朋友叫做韩森，韩老师。是，对。然后比较厉害的部分都是我写，比较不厉害就是韩森写。没有啊，开玩笑，韩森真的帮这首歌很多忙。对，我们都会一起讨论。对对。所以这位歌手在这次的这首歌里面，对你来说，你是还算是非常满意的。我很满意啊，对啊。哎，他说很满意，非常满意。先别这么多忧虑。对，然后这个多多绿，这个是因为以优他最喜欢的饮料是多多绿。哦。然后他说他之前有一次，哎，你要不要自己讲？你不是说你去神魔的时候，然后有人粉丝送。会送多多绿嘛，然后他好像收了30瓶，真的吗？对，因为我喜欢喝多多绿，是。然后如果有粉丝知道我喜欢喝多多绿，就会知道我就是很 detail 的东西，例如说他会说理由要喝多多绿是微糖去冰加厚，你懂吗？就是那种很术语的东西。我懂。所以那时候我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很有名气，然后我第一次接那种就是有公开活动的时候。第二天开始就是开始有粉丝送多多绿来，然后我那一天就收了20几杯的多多绿，就是多多绿一个人喝完，没有喝完，就是他一个人喝完也真的蛮有送，我有给，对，可是大部分如果工作人员可以帮忙分享吧，反正来自粉丝的爱，应该他也不会计较说你把工作人员一起照顾了。对，然后我记得 MV 拍摄现场那天也超多多多绿。啊、哦，真的吗？超多。是，所以阿妮也爱喝多多绿吗？我还好。阿妮本人还好。我喜欢椰子水。哦，你喜欢椰子水？好啊。哎、欸，那可以问一下吗？迷惘美吗？就是美，就是不好意思，对这位金童来说，就是什么样的美是美？尤其在女孩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比较是你可以拿你旁边的这位那个你打造的歌手，就是做一下说明。这就是美。啊，不是啊。啊、哦，因为迷惘美。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其实这个 idea 是当初那个跟启明哥，就是他们的很厉害的企划讨论。对，那时候他给我不同的方向，他其中讲到一个，他就直接说迷惘的王美这样，迷惘的王美。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写本来想说迷惘王美还是迷惘的王美还是什么，可是后来我就想哎。干脆把它直接凑起来，就变迷惘美。真的，对，这样的话，它又有一个是，你可以说它是迷惘的美，你也可以说它是我在崇拜一个王美，我在迷惘美，对。对，在我在那个听那个歌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想，天哪，这个做歌的人真的是很有料。对，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来帮帮别人写歌的话，我不会想要写说王美。的生活，比如说王美都要怎样要打扮啊什么，我比较想要是讲说，就是这个中间的心理的挣扎，是对，所以说中间会有很多，比如说，对啊，像刚才唱到了，一举一动都被放大，然后还有什么，别太用脑，他们说，其实我歌词写。你说懵懵懂懂懵懵哒，听起来好像很可爱，但其实这其实蛮讽刺的，就是因为他是说，我说哎呀哎呀哎呀，当我在伤脑筋的时候，但是你却说懵懵懂懂懵懵哒，别太用脑筋，对，所以其实背后有点黑暗，对，但是听起来就是很开心，是，其实就很像 Childish Gambino 最近，没有啊，太深了，没有，都有点那个，对，进入那个，他已经进入他是音乐人的世界，然后对不起，没事没事啊，就是我们喜欢这个样子，这本来就是一个希望你能来这个畅所欲言，然后当你看你有发现吗？你进来之后，我旁边这位少女她就不说话了。他看傻眼，那眼神竟是某种崇拜，跟也还好吧。就毕竟那制作人在旁边呢、啊，在哎，两位认识很久吗？应该啊，不要。其实我们之前合作是在我之前的一首单曲，我请他来拍我的 MV。对，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对。哎，那第一次他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李优小姐？我帮你写了一首歌。真的假的、啊？就是他就密我，那时候我不认识他，然后、对，然后熊仔就密我，然后说、没有啦，是你哎、啊，对啊，你然后你就说你帮我写了一首歌，然后我还没回你，没有，那时候是我记得我好像得奖还是什么，然后、
好像是。然后你就盘没有啊？不是对，就是写了一首歌，然后对一个那个想要唱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棒的那个小礼物哎。拍了个 MV， 然后就得到一首歌，也是蛮好的。对啊，其实因为那首歌的情境就是在讲说，是想要加一个女生，可是加不到她，是然后。就是这首歌叫《好友已满》这样，然后就是很戏虐、很北兰这样。不会啦，你的歌现在是大家这个就是非常喜欢的那个某个追逐的潮流。对，所以今天能够有你在现场，我们真的是自感荣幸这样的。谢谢。不要不要，就是他刚刚一个人坐在旁边的时候，真心觉得说这男的怎么了？他开始讲音乐的时候，整在发亮，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真的，我觉得很可怕。然后这位小姐是叫雅斯伯格森，没有也还好。但是这位小姐是你进来之后，她就不说话了。她刚刚真是舌灿莲花的，然后也是口才偏激，现在整个人就突然间就制作人气场太强大，是这样子。我们比较喜欢聊作品哦，对，你聊他聊的是他的作品，我刚刚我懂，就是讲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就是眼神真的发亮，因为是你自己创作的东西，所以你会有很多。感触跟灵感，然后你就可以比较能够分享说你创作的过程啊，会经历过什么事情。对对对。哎，熊仔，对于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人到了一个境界以后，那还是有些奖项啊或干嘛？对于这种入围啊、得奖啊或干嘛，你对这种事是什么云淡风轻吗？还是当然不会云淡风轻啊，很开心啊。真的吗？所以每一次的入围，像像今年是什么金曲奖，好像又看到你的名字。但是今年金曲奖，说真的，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能够我刚好入围了这个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我觉得入围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意外，一个 surprise。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制作人，我觉得是因为这首，因为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首歌刚好找入围那首叫《买榜》，那首是我和 Julia 还有 RGRY。一起合作的歌，对对 对, 对。那我觉得是大家就正常发挥。对我来讲，我只是在就像我做任何一首歌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刚好这一首在这企划里面，我是制作人的身份。不要这样说嘛，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够入围这个荣耀是所有参与这个作品就共享啊，因为就是这样子一个圈里的那个。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报名，所以我真的不会。我就听这番话，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方的人。然后创作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自己，算是一个。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志向跟一个兴趣了吧？写起歌来应该就是没有这些，我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也对，就没有那个奖对你来说也是还好。就是这个肯定，我真的是充满了意外，这样就像是就是惊喜这样。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是一个厉害的，不会啦，是好事。喜欢你的人会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所以没有也是特意刚好看到，就是最近的事情嘛，他就会觉得哎，刚好今天有贵宾来，但我知道自己有一个，你自己会有专辑，对对对，我现在正在做，还要多久啊？预计应该会是，要叫他去唱吗？我的专辑通常都会是我 solo，对，真的、哦，然后、欸、那你有想要去唱一首吗？他有在。用眼神跟你说，因为我的专辑通常都是我上一张也是，我这一张也是，都是概念专辑。是，那概念专辑的话，会我有点强迫症啊，我会希望可以掌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对，所以说，尤其是歌词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人做专辑常常会找别人跨刀，但是我比较偏自己 J-Cole 派，就是会希望专辑的话是自己完成，但是单曲当然可以跟别人合作，都很开心。对对对，好，那真的，你不要客气嘛，就讲话，因为他进来之后，你完全就是那个害我就是不好意思那个。但你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相信那个李优发了这本那个借你，对，借你翻一下，等一下找一张你最喜欢的照片给我们。哇，开放了，好，痴汉眼神，好好给你看。然后那个帮我们说一下，你是不是后面有活动？哦，对，明天好像会有一个正式的公告，对不对？公司开完会，明天的话在那个粉丝团会有一个正式的公告，好像会有一个签名会。签名会，见面会，对对对，然后来现场的粉丝会抽几位，然后可能会画你们这样子。
对，6月9号。哦，好，反正不论如何，明天请记得到那个李优的粉丝专页，他哎几点要直播还是什么？你看我们直播中公布人家直播时间，5点，五点吗？5点，李优告诉你说怎么去买了这本那个写真相册，然后有机会重大消息吗？重大消息发布，就明天的那个5点，然后李优会自己告诉你们。好的，熊仔大哥，你是已经翻好你这？我选好了。真的吗？那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毕竟也是个文青。我不是。你是啦，这是熊仔翻的最，他觉得写真书里面他最喜欢的理由。因为这边有一个东西很像洛梨。没有啦，开玩笑。因为我觉得女学生 的体育服很好看。哦，好。我是变态。不会，你干嘛这样说？就是你有一些你自己对那个照片的那个选择跟想法，然后今天文青来到这里啊，如果可以让他用又又又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念完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好的。好，李优，我被你吓到了，这是他们的梦想版，这是我们的梦想版。对啊，我先讲我的。李优先讲一下梦想，他对梦想的定义是？好，你说。这是《金刚经》的一句话，它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后我觉得为梦想前进的过程必有它的意义。然后我下面画的那个是。就是七宗罪的坛城池，1、2、3、4、5、6、7。哦，好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你做任何事都是这个样子。那对，也许你会被一些欲望什么困惑，但就是它就是过程。对对对，太有深度。熊哥，我的是。这是来自那个饶舌天童，饶舌金童，天童，饶舌金童。我写的梦想成真不难，难的是承担途中累积的业。对，那这边讲金刚经，这边讲业，我真的觉得我也真的。因为其实梦想跟我下一张专辑是非常相关的。哎呦，我们好荣幸啊！今天竟然有这个机会让你先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天哪，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对，所以这句话跟我的专辑也很有关系。对，所以就是共勉之这样。好，希望我们借由那个你们的作品，然后可以得到那个生活当中很多的鼓励，包括了可能看李优的画作啊，然后在那边也得到画画，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疗愈的。对，画画会疗愈，然后看作品的时候，其实也会吸收到一些创作者那个时候散发的能量。真的真的。然后那个在看照片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上的抒发。然后可能他们就是喜欢你，然后借由各种面貌可以完整的收藏。嗯。然后在下个月还有机会可以跟李优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不对？因为他会有去对就是做一些签书的活动，可能之后就。因为我公开见面活动很少，对我是一个比较怕生。不会啦，不会，就是既然成为一个公众的人物，然后难免就是一定会有近距离跟别人接，这也是应该是粉丝期待的。对对对，那、你会去参加吗？应该可以吗？哦，你问我、啊，但我也不知道。真的，你说啊，可以吗？对，可以，你要来吗？好啊，好，你们就自己瞧哈，大家看一下哪一场。所以，就明天会公告他会出现在哪一场吗？你说他对啊，不然你就说可以吗？我就顺便帮大家问啊，反正看到熊仔大家一定会很开心，喜欢熊仔的那个音乐的人很多很多，太多了。然后这次那个迷惘美这首歌一定会洗脑的啦，我们大家对不起洗了大家的脑，对不起。不会啦，就洗完了之后脑袋也蛮干净，是愉快的事情。这是一个开心的经验跟在生活当中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谢谢，而且让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美。是，今天的节目呢就在一个这样的氛围当中要结束了，谢谢李优跟熊仔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你们两个都不讲话了，说句话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要支持李优，谢谢大家，好，喜欢熊仔，下次见。